五月份是一个充满温馨的日子，联合劝募基金会和家乐福来合作，推出爱心蛋糕供外界来认购，并邀请许多的母子来做蛋糕，场面相当的感人。而住在苏澳的简妈妈也希望大家来帮帮忙，帮忙协寻她16岁失踪离家的儿子。在专业师傅的指导下，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合作，要做出好吃漂亮的母亲节蛋糕，提前为这些辛苦的弱势妈妈来过节，也是一项良好的亲子互动。你有做一起做过蛋糕吗？以前有，以前还没有，就是很快乐啊，对啊，就是亲子这样子啊。母亲节快乐。自己要做什么来回报妈妈？帮忙做家事，会吃蛋糕，但是不会做蛋糕。啊，今天很感谢联劝跟家乐福办的这个活动，然后也让我的小孩体会到做蛋糕，原来做蛋糕就这么的好玩。不开心吗？有。啊，我准备讲蛋糕哦。有没有点？蛋糕看起来好不好吃？你好吃。透过联合劝募跟家乐福，不但募集蛋糕跟善款，帮助更多家庭来感受社会的关怀，也希望借此唤起更多企业来帮助弱势。是我们透过我们跟民众一起的爱心，到我们的卖场来，然后透过我们的平台跟这个联合劝募一起来做公益。那我可能民众来我这里买一个蛋糕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蛋糕就透过联合劝募送给需要的一些弱势家庭。对社会有抛砖引玉、按毛正面的意义，所以咱长期拢在做志工，跟你安尼。一做，那你等下义务老师来支持。我这个工课有较侪人知影母亲的辛苦，去照顾个囡仔的这个家庭，在这所有付出，所以咱嘛希望说，所有的人会当看到这样的温馨的时候，能够对社会更多的付出，也当多给社会一些弱势的一个温暖。弱势家庭的孩子做蛋糕来送给妈妈。那今天呢，联合劝募是一个社会资源的整合平台，希望借由这样的抛砖引玉的动作，宜兰的乡亲如果要做爱心的话，可以来找宜兰联劝，我们把最需要的资源送给最需要的帮助对象。另外，在母亲节前夕，这位简妈妈的儿子在去年上学途中失联，所以透过媒体的宣传，希望他的儿子早日回家。就是穿白色上衣啊，然后他头罗上一下一年级啊，然后他好像是穿那个牛仔裤吧，对、啊。他多高？大概一百六十左右吧，然后他瘦瘦的。最主要我也是希望说他赶快回来再读书，不要说没有读书，最少要把那个高中读完。他的孩子在去年10月不见，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记者哈来告诉所有的人，我们要寻找这个孩子。如果这位少年或是看见他的人能跟警方联络，让他早日回家，别让妈妈担心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